玉成千里目，主持曾玉成。我呢两年有两个 intern 入咗去做考，跟完新民党考到 AO。如果佢跟公民党会难好多，跟新民党我训练过咧，我有个立法助理考到 AO， 经我个手考 AO 都好啦。咁啊，我哋啲年轻人正在有几个准备从政嘅啲年轻人，你谂下 AO starting pay 几多钱啊？冇错咯，所以系嘛？政助几多钱啊？系区议员啊？几多钱啊？系嘛？议立法会议员都系九万啫。冇错，所以而家咧即系一个政助都十皮啊。系，所以即系仲 AM 车出入，个写字又靓过我哋几多啊？系嘛？呢个系如果叶太你做咗行政长官咧，就应该改变呢个咁样嘅唔平衡啊，不平衡嘅现象。我会鼓励多啲年轻人，唔好一谂就去做副局啊乜嘢。选举攞啲历练啦，吓睇长远啲，唔好咁心急，即刻想去做政助做副局啊，系嘛？系你喺行政长官嗰个位置做呢啲嘢咧，就方便好多，或者有力好多啦，啱唔啱啊？系咪啊？